现场观众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2023浦东唐城九球中国公开赛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将在第一台进行的是女子季组胜负第三轮比赛。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，国家级裁判姜静晶。掌声有请中国选手张慕言。掌声有请中国选手韩宇。